那我来开一个演唱会好了。就真的有粉丝说他们要来耶。然后我昨天已经跟我经纪人说，可以帮我去 book 一下那个小巨蛋的场地，就是疫情结束之后，我可能需要开一个演唱会。每一天都在讲这种很好笑、很疗愈的话。然后我大概可以邀请那个这一次有参与活动的艺人朋友们，好，可以邀请他们来当我演唱会的特别来宾，徐熙娣，然后范范，然后茱莉亚也说她很想来，然后钟欣凌，然后美人姐，还有谁？哦，其实光良也很想参加，也是被我说你先缓一缓，所以光良也算一咖。还有谁？很多哎啊，还有林依晨也说要来，然后我也是请他先缓一缓。六小月，还有谁？然后柯佳燕是参加我那个爱心便当，那他也可以来。邱泽他也可以来，人家也没有要来。然后邱泽也可以来，还有谁？小燕姐也可以来，还有谁？很多人呢，佩恩，谢佩恩 ，Melody 也可以来。你知道你现在你老婆是全民女神呢、欸，比志玲姐姐的人气还要高哎、欸。徐熙娣，我跟你说，你只要跟我连线就好啦，我把你开扩音给大家听，我没有要邀请你进来，所以你就那个啊，你不用去化妆。徐熙娣要进来了，我再打给孩子，看他要不要接。不什么啦，你听着，我现在把你的声音放出来哦。我现在是那个哦，超红的直播女神哦，全民女神。I'm sorry。OK， 好啊。我现在是全民女神哦，你是你我是会邀请你。你不是新国民女神吗？我是啊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跟大家说我会开演唱会，然后我会邀请你来当演唱会的嘉宾。我觉得你有点误会民众的意思，民众就是因为你的举动，他们觉得你是一个女神英雄，可是他们并没有说你唱歌好听哎，所以你是不是误会大家的意思了？不会啊，真的很多人说他很想要那个啊，听会来我的演唱会，很多人说真的。那我觉得你就要在演唱会上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是如何这么积极，然后那么厉害的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募到那么棒的那个救命神器。歌我觉得你就不用唱，歌然后就交给我来唱。拜托，你还不是靠你那个性感的那个舞技在那边撑一点场面？你觉得你光唱歌会有人去听吗？拜托，我开过秒杀好不好啊？秒杀哎、欸。不是，你秒杀是因为你就是比较是视觉系的，你懂吗？人家现在那个茱莉亚彭佳慧 ，OK， 彭佳慧说她要帮我和声。佳慧什么？彭佳慧说她要帮我和声。佳姐，我觉得你现在的地位很高，所以嘞。蒋永杰，干嘛啦？听我讲啦。好，你讲。因为你现在真的当全民心中地位太高了，我觉得你真的千万不要做一件不擅长的事情，就瞬间把自己的形象搞砸了。我觉得你真的不要乱开演唱会，就持续的这样子为人民服务，好不好？我还要持续的为人民服务哦，要持续多久啦？然后那个哦 ，H
徐若瑄来了，我跟你聊了，我觉得徐若瑄现在也比你红，我现在去找徐若瑄哦。真的很势利眼哎、欸！你这个就是大头症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讲了多少超疗愈的话，超好笑的。好啦，我不跟你讲了啊。好，拜拜，爱你爱你，好，拜拜。徐若瑄来了，我要跟徐若瑄说话。叭嘣叭嘣叭嘣。等一下哦 ，Vivian。我在打给你啊，我看你找好久哦。对啊，我在眼花，因为我每天讯息爆炸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是我们在 lag 吗？我在打给你啊，我看你找好久哦。我们现在在，对，我们现在在 lag， 我们在连线，还是我可以？你先喝水。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我很 OK 啦，我很 OK。我只是想要问你说，我开演唱会，你要不要来当特别来宾？可不可以我开你来玩就好了？你一定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吗？或者是不然小 S 开，我家小 S 也是 SOS 啊。因为我们两个都姓徐啊，是不是？如果大 S 现在要休息的话，也会。我比他年长嘛，我刚好我就那个也是 SOS 姐妹啊，也 OK。我们开你来玩好了啦，你不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，而且你很适合为人民服务，因为你真的很铁。没有，就是疯子，我刚刚跟大家解释过那整个流程了，对。